那这好几家门前就有了。你要找到什么东西？好几家就有了，已经拿好几家门前原来就有了。哇哦，好好玩哦，而且不会弹坏掉。对啊，而且不会受伤。哎，好多金锭哦，是正常的吗？金锭，金锭，对啊。我这边这个哇，对起来哇。喂，我不知道这边超多的，这好像都不会打人的、啊。哦，友善就好了。玻璃出来敲掉个哦，我知道啊，那个玻璃我知道，所以我不喜欢用那个勺。这个蛋糕怎么做？这里面你是三木球，然后两条线。好，我等下去做，还你。嗯，晚上去找三木。上面好像有一个。没有，其实我刚刚有祭典要过去吗？啊，自己找。我哦，好 ，OK。哇。真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嗯嗯呢？坚持，坚持。铁矿，大的。射击精良的话，可以当炮，弹射炮台移动。嗯嗯。啊。卡弹植物。不是吗？对啊，可以拿来赶路啊。嗯，超好用哎，而且还不怕摔。嘿呀、啊，看起来不太像。哦，按续斧头还是会摔啦。你为什么要按续斧头呢？为什么？就按了续斧。上面除了史莱姆应该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吧？可以拿个素描啊，之后就可以种在家里了。这是钻石吗？地狱钻石？地狱钻石？感觉很像，我来看看。哎呦，地狱钻石！哎、欸，真的耶，下界钻石。哦，它是自动生成的。斧头。大本啊，多余，你不要啊！你不要，你不要啊！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不要！怎么还有啊？你们家亲戚怎么这么多啊？有朋友多了。no， 头加锄头功能是哪一个、啊？镰刀丧命，这个。嗯嗯嗯，有人说很推鹤嘴锄，鹤嘴锄，鹤嘴就多功能的东西的工具啊。对啊，没关系，我先做这个，再做那个。啊，好了。对，等一下，这样空岛的话，不就很容易比较好上去了？弹上去，对啊，这蛮方便的。史莱姆弹弓我不会做啊，我没有要做那个，我要赶快去开始我今天要做的事情了哦，找很久啊、哦，都开台多久了？不行，我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找很久才找到我要的东西，好不容易，容易。你说这个史莱姆水可以带回家，是不是？对，可以，可以放到听课内。啊，饿啊！不做个那个油桶？哼，油桶装爆吗？也是，我要去装爆了，紫色的都是我的了。油桶啊，这不是树，我不能用伐木的、哦。他可以用铲，他是三格三格挖。这里出去。看看掉下来的东西弹在那个神武方块上面会弹走。烤个马铃薯，烤马铃薯。然后嘛，哦，赚少多。外合金。哦，需要种子。种子，种子，哎、欸，一桶三铝是合金啊。哦，
有趣哦。一同三旅，一同三旅是啊，怎么了？好，那我要收东西。小种子，看一下，下界种子，基础合成种子变成一级种子，再变成哦，被弹弹好黏的感觉，好恶哦。多级种子，那个不啾不啾的声音吗？对啊，不啾不啾。走了。哦，觉得恐怖的声音。明天有只看得到棺材，不一定要搞不好明天不开台啊、嗯、没有开台啊没有啊，应该会开啊，能做种子出来。没有板吗？没有啊，你看到有吗？大概有吧，可以两个好像有耶、欸、我的天哪，一模一样对不对？哇，一模一样耶、欸、板了啊，它不能种，好，合成史莱姆草，搞搞，这可以干嘛？史莱姆草，可以做魔法大酿锅，魔法大闷锅，大酿锅，这是在干嘛的？不知道，终极种子，好像魔法用的是，啊，不能。好你想吐槽是不是？大概是工业作用力是一瞬间突然压制不住可以拿来用啊，不行不行，最近要进入一个修身养性的阶段我怕我撑不过这个寒假基合成种子知道怎么升上去啊？不对，这是要怎么种啊？怎么下去嘞？上来知道怎么下去？穿着鞋子跳下去，合理吧？合理，好合理哦，合理，太合理了吧？对。直播发第二频道吗？会，会。可是如果记录档坏掉的话，我也没办法放。像昨天的就坏的乱七八糟。哇，你说一直断吗？对啊，那个我就没办法了。嗯，下来了。嗯嗯嗯，好、嗯哦，直接哄对哈、哦，可以哄对哈、哦，我都下来了。终于精华做听可的部件，有机会掉落。哦，喂，什么精华？初级精华做的锭，这个可以做锭哦，这个、可以做锭哦，看看。哦，所以这个的那个精华怎么去挖，是不是？啊？那个初级精华？对啊，在地狱里面可以挖得到。嗯，好麻烦呢。哦，这个下界锭哦。可是我好像有这个初级精华的这个锭啊，可是这个锭要怎么做？怎么做嘞？四个变一个铁锭哦，也太难做了吧！很高难度啊！包是用 PG 下载吗？哎、是吗？是是啊，对呀，用 Curse 下载。喂，好弹哦，好好玩哦！不行，这是上瘾哎！喂。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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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新玩具拿到玩具了，是我的新玩具，谁是我的新玩具多的模板可以融掉吧，是吗？对，多的模板可以融掉吗？啊，多的融我融不掉、欸、我不知道什么哦。好，
啊，踩到仙人掌，还是会痛的。对，地就可以中了，可以中啊，那中不下去啊，中不下去啊。我装了71桶的紫色液体，紫色神母液体啊。还是说它有特定的东西才能中啊？应该用不到这么多吧？我的妈呀！你用不到，搞不好别人会用到啊。好，我还是先装个100桶压压惊好了。先装100桶压压惊。明月在1700格远，好，我试试看。啊？你说飞到他家哦？哎，对啊。喂，咚呦呦呦呦呦呦呦。哦呦呦呦呦！你他妈慢跳过完吗？对呀、啊。啊，中间有海，中间有海。这是村庄吗？村庄，村庄，村庄，村庄。喂。有啊，子路死了吗？啊啊啊！子路死，子路死，子路死啊啊！踩到仙人掌，仙人掌啊啊！哎呦，那个你好吃哦。好忙哦。子路死。小乐，麦子路死多少？两中介，中介一组铜。算了啊，中间珍珠可以，中间珍珠可以，两颗可以吗？好，两颗可以，可以，可以。哎、欸，不对呀、啊，只入14颗来做的、欸，所以没有啊。可以的，你看、啊、你不是说可以？搞骗，没在，就搞骗。你看你都有了，那个就是多的啊，对不对？不对，集合成啊，所以我还是多挖多一点那个金花头。合成种子是用来合成的，有有有，我搞懂了。可是，啊、它只有终极的。镰刀的范围多大、啊？精华3×3一样吗？橡胶。哦，对，那时候哈基影不是说。稿子的话可以挖更深吗？3×3×3之类的，可以变5×5啊？怎么用？它不是，你看那个Tinker的书里面有一个是可以扩增的。等一下，看那我要继续去挖矿了，天哪！挖起来啦！要继续去挖矿啊！一个想要在家种田的人，一直要跑出去挖矿，没办法、啊，开始的矿要从外面拿、啊，种不了田，只能挖矿啊。可是云月，你不是我做错了，我做错了。按右键比较好采收、啊，那按右键跟镰刀哪个比较好？镰刀啊，镰刀也是采下，它也会把你留根在下面啦、啊。那就一次收啊。对啊，所以我刚是没有长大就没有收到，是不是？就收不到啊，他判别他有没有长大，可不可以收啊？如果没长大的话，收的话会掉吗？他不会掉东西啊，就是原本的样子啊。然后他也不会缩小啊，他就是长到一半的样子啊。哦，所以那个没有长大不会收起来吗？对，他不会帮你收到，不用担心。你骗我。咖啡。咖啡。收起来，我做的不是镰刀吗？你做的是什么啊？镰刀。对石镰刀啊。镰刀、哦。按右键哦。对啊。没事。你按左键把它整个打掉了吗？没事。你把它打爆了。对啊。对啊。好爆哦。好爆哦。让大家看笑话了，不好意思。哦。那我镰刀是不是要用个青筋？镰刀用个青金石，我到现在都没挖到青金石。你去地狱超多，要去地狱是不是？地狱多到爆炸、啊。好啊。其实我今天想做就是眼镜啊，太阳眼镜而已。嘿嘿。啊？要干吗？没有吧？是啊，有集合成定。有诶、欸。有高集合成定啊？有吗？他进有高集合成定，我去看看。啊？哦，可能是我刚刚啊，这刚刚拿到的啦，高级合金锭嘛，在村庄找到的。合金锭，哎、看一下，它是叫什么？啊，合金锭，高级合金，铁之外壳啊，
基础精华、下级、初级、中级、基础精华在哪里呢？高级精华不是打怪的吗？你是高级精华定吗？不是啊，高级合金定啊。感觉好难拿到。锦觅，忘记锦觅是什么了。锦觅是什么？锦觅。Tinker 的锦觅的技能是谁给的？锦觅。我没有那个技能。